更多的期待，也意味着加倍的挑战。想做到更好，想要在每一个角色和身份中成为更好的自己。聚焦一点，专注的时候，所有的能量都朝着同一个方向，冲刷浮躁与涣散，反复揣摩，演绎最真诚的作品，刻画极致。 坚信，总有一些线条能承载最惊艳的创意，对抗倦怠，用更好的姿态迎接新的挑战。这是专注的力量。过滤嘈杂，坚定内心，遇见更好。WIS， 给自己更好。